你听我说，这个上万重啊，什么上万人呀？你爸到底是谁？我根本就没办法认同你们现在的想法。你别说了，我压根就没指望着你们，成年人的事我自己解决。其实你没必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，你已经很优秀了。这人啊，得信命。我从来就不信命，我只相信我自己。从老家出来的那天开始，我就发誓，不混出模样，我绝不结婚。这么多年，我拼尽全力努力工作，从一个小中介做的大区金牌销售，我好不容易盼到老店长辞职不干了，我以为我的机会终于来了，可是谁想到被一个空降的店长给顶了。可笑的，大爱城的项目书我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研究了好几个通宵，觉都不睡，可后来呢，连个平等竞争的机会都不给我，公平吗？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老天爷故意在折磨我，我不甘心，我真的不甘心。美丽，我都懂。你说咱们一起从老家来的，有句话我一直憋在心里，你呀，越想渴望成功，就越得不到。其实，最好的一直都在你身边，只是你一直都没有发现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执着，我就是那种不达到目标绝不放弃的女孩。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有它的代价，只要你觉得值得，所以你也不用劝我，更不用心疼我，因为所有的选择我都心甘情愿。可是你知道吗，你这么做不仅会伤害别人，更会伤害你自己啊。我没想伤害别人，你知道我现在心里有多难受吗？我从来不想伤害任何人。你走，你走，你赶紧走，你让我一个人静一会儿好不好？你不要管我，你走啊！爸，这件事是我不对，您别生我气了，是我错了。你不用担心我，我休息一阵子就没事了。你爸没那么容易被打倒。那您现在觉得怎么样？
还有哪儿觉得不舒服吗？没事，鹏程啊，我发现你有一个弱点，那就是容易冲动。你这样有勇无谋，怎么去保护你想保护的人？说陈真真，爸，您这么说，你怎么说的意思，是不是您心里从来没想过要牺牲真真啊？我自始至终就没说过这个话，我心里也没这么想过，是你不问青红皂白就给我扣了一顶大帽子。是我错怪你了。爸要提醒你一下，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要冷静，处乱不惊，还要有耐心，最重要的就是心胸要宽广，要能够听得进不同的意见。像你今天这样对着你的这些叔叔伯伯辈的懂事，连人家话都没说完你就急着反驳指责，这不是一个领导者应有的态度和胸怀啊。我承认是我太急躁了，可是吧，我也不知道您是站在我这边的呀。些年我一直没机会跟你解释，我知道你也一直怪我没有照顾好你们母子，没有保护好你妈妈，导致她太过寂寞迷上了潜水。老天惩罚我让他那么年轻就离开了我们，我一直很自责，我年轻的时候一直以为男人只要事业成功就是对家庭最大的保障，所以我拼命挣钱，我是不想让你再像我这么辛苦。可是你妈妈去世以后，突然明白，其实我很失败，
自己最亲爱的人都没保护好，我的这些所谓的成功还有什么意义？我真的不希望你再重蹈我的覆辙，好好珍惜你爱的人，好好保护他。我知道，您放心吧，爸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我最爱的人的。我想睡一会儿，你去吧，我休息一段时间就没事了。那您早点歇着，我先走了。赵鹏程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，还一直隐瞒你的身份？你当我程真真是什么人？我对你太失望了。这几天是我最难的时候，被人陷害，竟然也不支持我，一直逼我辞职。难道想做成一件事真的就这么难吗？程真真，如果全世界都抛弃了你，你也一定要坚持下去，做真实的自己。我今天给你打电话，你一直都是关机的状态，你没事吧？微信公众号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吧？我知道了，所以我立刻去找了少简，让他马上处理你辞职的事情。你又去帮我辞职了？对啊，我觉得现在辞职是一个最好的时机。我不想再等了，我也不能。
再等了。我们结婚吧，嫁给我。嫁给我之后，所有的事情都会迎刃而解的。夏兄，竟然。我不知道你跟我在一起是不是真的能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。现在不是我跟你结婚嫁给你就能解决这些问题，你明白吗？你一直说我不认同你的想法，不能相夫教子，可是你也不能认同我的想法，支持我做我觉得有意义的那些事情。我再说一遍，我理解你的想法，你的经历，你的人生观我都理解，只是我们不合适。我知道我们彼此都很珍惜对方，只是我们对未来的期许有点不一样。我相信就算我今天不说这些话，你的心里也早就这么觉得了吧。竟然在我的人生中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喜欢我，感谢你为我付出的所有。我也一直很珍惜我们之间的这份爱，我也一直尝试着说服自己去克服我们之间的阻碍，可是我发现我做不到。这些只能变成爱情给我的压力，只会让我们之间变得越来越累。我们都不能为了爱去违背自己的内心，这样对我们两个来说不公平，对这份感情也不负责。对不起，竟然。我不是你心目中那个完美的女孩。在一起确实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，但我以为我们一直是快乐的。我也没想到我和我的家庭会给你带来这么大的压力。对不起。Thank you.
时间交付真心的回应，我爱你。我许的愿望啊，是我希望你可以回心转意，跟我回国，答应爱雨家的邀请，给我一个机会，用力找我。好啦，我说完了，当你了。我希望能够遇到一个我爱的人，然后组建一个家庭，每天回家之后呢都能见到他，还有我们的孩子。妈，怎么这么晚了您还没睡呢？是啊，妈妈等你啊。我怎么回来这么晚啊？你喝酒了？没喝多，我喝了一点。怎么回事？你从来不喝酒的。你找真真去了？你们向真真求婚了。哇，是吗？哎呀，那太好了。可是真真没有答应。没答应？那他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这孩子怎么想的呀？不成，我给打个电话问问他。妈，您别去问他了。我们分手了。分手了？可能我跟真真真的不合适了。
责这件事，妈妈。妈，妈妈太有责任了，不是我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就一直觉得珍珍是个好孩子、好姑娘，厚道、善良，是吧？她跟别的女孩子不一样。可是我，怎么会这样的儿子？我怎么想不到？怎么会这样？她怎么跟咱们想的就不一样呢？我怎么就不明白呢？真的吗？看你这样，我真的特别心疼，我受不了，儿子。妈，我真的没事，你别难过。也许这样更好呢。长痛不如短痛，也许我早点放手，对他，对我，都是好事，对不对？别难过了。哎呀，真的，儿子，这是人各有志，是吧？但是儿子，妈妈相信，你肯定能遇到一个真心实意对你好。爱你的姑娘，我相信一定的。会的，妈。好了，我知道，我就是要抱你。珍珍，接电话呀！我真的不是故意要骗你的。听说邵叔叔生病了，我带着东西来看他，他没事吧？没什么事了，不过他刚做完治疗，需要休息，改天再来吧。你吃饭了吗？我陪你去吃饭吧。我吃过了。哎，程程，网上那个文章我也看了，不过我相信你是清白的，你放心，我可以花钱找人把这件事摆平的。这件事本来就是恶意捏造的，我也拜托你，别跟着掺和了。我早跟你说过，离那个程真真远点，你看现在倒霉了吧？我警告你，别再说程真真的坏话，你就把你自己管好，我的事儿你少掺和、少过问、少评价，明白吗？他都把你害成这样了，你怎么还替他说话呀？要不是因为他，邵伯伯也不能生病，还把公司搞得乱七八糟的，他就是个扫把星。罗祖儿，以后如果你再瞎说八道的话，别怪我不认识你。程程，你别生气嘛，我以后不说他，你别说我气行不行？这件事咱们得主动出击，正好我过两天给你办了 party， 你可以跟大家澄清一下，你看我聪明吗？你现在能放过我吗？你觉得我现在这样有心思办 party 吗？你听我说啊，以后你是你，我是我，别管我的事儿，别管。
哎，你看我给你带来了啊！我给你拿出来看啊，都是你爱吃的，这个脆冬枣，还有果仁、开心果、芒果干，还有你最爱吃的自嗨锅，怎么样？我这个够有诚意了吧？啊！ 喂，还生气呢？不是你这也太小心眼了吧也！你这前天已经够过分的了，特别刻意的甩开了我的手，然后自己走了，把我一个人丢下。我怎么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程真真呢？你是不是变成这样了？你怎么能这么小心眼呢？不是，这件事儿吧，我刚一开始呢，我是撒了一个谎，不是，其实我也没想撒谎，我就是。 去个地方，快点！快，换衣服啊！我等你啊！过来，站到这儿。 我们俩认识这么久了，我好像第一次看见你这样。我特别理解你现在的心情，特别理解。失恋对于每个人来讲，应该是世界上最悲伤的事之一了吧。 可是爱情不就是这样吗？有在一起，
就不在一起。就像景然，他在你心里就是你想象中最美好的爱情，我觉得就挺好的了。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够优秀，是我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。程真真，不能因为一段感情去否定自己。任何的经历都会让人成长。我不管别人怎么想，起码在我心里这么认为。你觉得你不够好，给不了景然想要的，不是因为你给不了，是因为你们两个想要的不一样。感情里没有对与错，只有合适或不合适。我之前就对你说过，如果你们能站在彼此的角度多想想，也没准你们俩的结果就不是现在这样。但既然是这样，你就应该接受才对，接受所有的好与不好。除此之外，你只要让自己的未来更好，遵从自己的内心，做你最想做的事儿。看看那个城市，看看那个世界，一切的美好都在等着你。就算有一天全世界都把你抛弃了，我邵风筝永远支持你。程真真，你要坚持下去，加油。哎，布置成这样，不生气了吗？嗯，还好吧。我费那么大劲买的，好不好呀？你在哪里买的呀？就你上下班路过闻着那家西餐厅。嗯，哎，你闻闻。嗯，不要。香了。嗯，着急吃，我也尝尝。嗯。嗯。真好吃。好吃吗？好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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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吃。李然，嗯，问你个事儿啊。问呗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咱俩结婚的时候是什么场景？Afraid, I'll be here with you through night and day. All
memories won't be erased. My love for you will never fade. Hey, I know you know our heart's getting close. We can't deny it's real. All my life searching, now I know I found you. I'm falling in.